济公虽说是法术无边，却也敌不过广亮和尚的三寸不烂之舌。由于广亮搬弄是非，使济公在寺内总不得安宁，他乐得游荡在街头巷尾，看看世间人情，打打抱不平。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哪里有不平哪有我，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笑我疯，笑我癫，酒肉穿肠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天南地北到处有，佛住在我心头头。走啊走，乐啊乐，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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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包老板，我托你的事，说定了。钱老板，你托我的事儿，我怎么敢怠慢？我已经到勾栏院去过了。先生，测个字儿吧。哎，来来来，谈谈流年。他们说啊，只要姑娘面孔长得漂亮，人家肯出这个价，200两银子。漂亮，非常漂亮。哎，吃吃吃。哎呀，你说的漂亮，我还没见到人呢，马上就到。马上到。你叫我来等，等了半天还没见到人影呢。卖瓜。卖花，卖花，多少钱呢？
吧，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谢谢。卖花，卖花哟！来来，卖狗肉啊，狗肉啊，你看，狗肉。你铜钱有没有？没钱吗？我花绿园可以不拿。哎，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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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气。来来来来来来来，这儿鸭子要吧？哎，你看这鸭多好，你看。啊，是不是、啊、这个不行，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好好好，换一个肥点的。啊，来来来来，不行，这个不错啦，这个不错。嗯，都这么瘦，哎，去去去去去去。你什么时候把债还给我？还呢，我还呢，钱老板。哪天说还呢？你不是早说还呢？啊！哎，让开，让开，让开！你要还不出，哎，让开，让开，让开！我叫你让开，谁急了，钱老板？叫你们让开就让开好了呀！耶！哎，让开！好呀，方老板是你呀？这出了什么事了？啊！你看啊，哎，这是钱老板。啊，钱老板。他妈问他讨债，欠了债吗？不肯还，不肯还吗？你看多没道理啊！欠债就得还钱，你就宽限宽限几百。讨饭和尚，钻来钻去干什么？你还？那你干什么了？我看热闹。我也看热闹呀！啊，去去去去去去！你什么好看的？你是和尚，六根清净，不许看。那我偏要看。我跟你说，你就是得还钱吧，啊，没那么宽限，宽限，我不能再宽限了。你这不是，我宽限你多少？你这不是不行吗？你那也没办法。哎呦，你这。哎，这个短命乌呀，拉稀拉到脖子里去，真他妈的晦气！你想跑，你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和尚不跑，和尚在这儿呢。有什么话对我和尚说吧？哎呦，和尚呢？你讨饭去吧你啊！我告诉你，你还得出也得还。你要还不出去，拿女儿给我抵债。走，不能走，不能走，走了，走。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是我的心头肉啊！什么？你钱老板，钱老板，你帮帮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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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头肉了。我跟你说，你舍不得你生出来的这块心头肉，是啊，是不是？那么，钱老板，你心情好，你身上多出来的这块肉，给它割下来，那怎么办？就算是清了，是不是？你放手还债，放手放手，钱老板。哎，钱老板，这块肉是拿不下来的，要是拿下来以后，人死。掉了怎么办？死掉我可不管，他舍不得还钱，又舍不得女儿，我死活不管了。不许欺负人，你想把人逼死吗？太不讲理了。太不讲理了，哪能这样？这么说你是舍不得他们喽？啊，那么你就把债给他们还清了吧，否则空口说白话，你不如趁早给我走开，你少管闲事。太不讲了。好嘞，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从古到今天经地义，关你们什么事儿？哎，包老板说的有道理呀！啊，
怎么样？我说钱老板，您贵姓啊？钱老板不姓钱。哦，你知道我姓钱，你还问我干什么？你是有意寻开心是不是？我可不是寻开心，我是想给他讨个情，你就啊再宽限几天算了。讨饭和尚，他不肯还我的钱，那就把留给我。要你狗拿耗子管什么闲事？原来你是看上他那个瘤子了。说对了。嗯，那好说。钱老板，你有眼力，你识货，有道理，那咱们就谈谈。只要是价钱合适，我让他卖给你。我可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说正经的。钱老板，那么你准备出多少钱买他脖子上那个货色呢？只要拿得下来，出多少钱都不管。好，好。那么你这个货色打算卖多少钱呢？师傅，我都急死了，你还说笑话？是啊，也难怪呀。这货色是人家从小一点一点盘到这么大的，这花了多少心血呀！甭说你了，我要是有这么个好货色，我也不肯轻易卖的，是不是啊？对，不。哎呀，你不要搞好不好？你在水里，我在火里。哎呀，回庙里去吧，当心斋饭已经开过了。不要紧，我说啊，现在是钱子丫头啊，这钱老板他可是认钱不认人的。我看你呀，卖了吧。这有道是无债一身轻啊。你看，他不肯开价。哦，那就让女儿自卖。钱老板，给我扫。卖了吧。好，哥留。钱老板，你那把不行的，用这把。好。恭喜恭喜啊。什么事儿啊？恭喜老板要讨小老婆了。放你娘的屁。你干嘛打我呀？你说什么？我亲眼看到钱老板在追小姑娘嘛，不信你自己去看嘛。好啊，这个老不死的老娘给你拼个去。你这个老臭鬼，不让我走。救命啊！救命啊！哎呀，你这个没良心的！
哎呀，你还找不到小老婆、啊，没良心的，没良心的，他找老婆、啊。钱太太，你这乱七八糟搞什么呀？你们钱老板根本就不是要讨这个小姑娘，他是要把这个小姑娘卖到勾栏院去，要卖200两银子呢。真的？啊！哎呀！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哎、好了，你怎么不早说？别打发醋坛子了。哎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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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了没有啊？啊，不疼。疼了没有啊？哎呀，我有了你，不敢讨小老婆啊！你看，追不追？追。追，哎，追，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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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快走！好，啊，快，快，快进来！哎，啊，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已经等了你多时了。哎，怎么办？怎么办？哎，去年冬天我老伴生了一场伤寒病。你跟他借了10000铜钱？对，我已经还了4个月的大头利了。可现在嘛，他要逼着你拿你女儿去顶债，对不对？ 对，你怎么全知道？知道。师父，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吧。干什么呢你啊？怎么办？怎么办？我起来呀！干嘛？干嘛！你他妈这个讨饭和尚，你怎么没在这儿啊？哎，钱老板，你来的正好啊！你不是看上了他那个瘤子了？是啊，现在决定卖给你啊！但是钱钱本利一概取消，你外加他50000铜钱。什么？和尚。你冷粥冷饭吃饱了是吧？既然你帮人家忙，你帮他还债好了。他还用着我给他帮忙？哎，就凭他身上那个宝瘤，还债还有的多嘞。什么话呀，真是！现在倒是他不肯卖，我正在劝他卖呢。你放屁呢？也去找个地方。他这个瘤谁能拿得下来啊？我好。要是你能够拿得下来，钱老板不给钱，我给。那你给多少？钱老板，你给50000，我外加20000。那好，一言为定。哎，慢。要是你拿不下来呢？要是拿不下来嘛，我不当和尚。哎呦，个讨饭和尚有什么稀奇了？你想当啊？不收你呢。去。嗯，好，这样，我要是拿不下来，哎，就用你们的串钱绳啊，把我勒死。师傅。来来来，师傅，这个海口你可夸不得呀！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这个讨饭和尚他自己说的，要是这个瘤他拿不下来的话，我们就用绳子把他勒死。师傅，你快走吧，我不能把你害死。出家人到极乐世界是求之不得的。钱老板，你看这笔买卖好不好？好，一言为定。买个猪头还搭个猪尾巴，合算的。但是我要你请一个保人。我来保，我叫包德发。对面那家顺康钱庄就是我开的，这你总放心了吗？和尚，和尚，你要是拿得下来，他们要耍赖，我们也不答应啊。
我答应，好好好，那我就请你们大家来做个见证。另外那些只知道钻铜钱眼的人说起话来跟放屁一样。不能信。和尚你放心，他们要耍赖我们就把他的钱庄给砸光。好，不过你要是拿不下来我们可也管不了啊。好，钱老板，你就看我来拿流。和尚，你要把话收回来还来得及呀。师父你放心吧。哎呀，你看他装模作样的。干什么你？刀磨磨快，神经病。世事刀锋，50千啊，20千，不给就砸钱庄。啊，妈咪妈咪哄，妈咪哄。真的割下来了。
真的割下来了。哎呀，哎呀，师傅啊，师傅啊！别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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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师傅，哦，这个嘛，给钱老板送去呀。钱老板，你要的货色呢，拿去吧。钱老板，收下吧。师傅啊，这个东西我看我是不是就不要买了吧？啊，哎呀，那个脏兮兮的。哎，我看这个东西嘛，装在你身上嘛，倒是正配啊。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啊。你想想看，我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它吃又不好吃，用又不好用啊。是你让我拿下来的呀，现在已经拿下来了。那么装又装不上去，你怎么可以不买呢？这个事儿，你这个老不死的，谁让你买这个东西的？等等等等，我这个退货，我退货总是可以的吧？不行，谁让你买？和尚，我求求你啊！要抬抬轻点，轻点哈！谁让你买的？活佛，活佛，活佛！退货，对。哎呀，你搞什么鬼呀、啊、你叫我的退货退货、啊、列位他现在要退货你们谁要啊哎呀这是包老板他不要那么只好给你了呀和尚师傅哦不活佛这块肉我不要我自己还有的多呢哎你是保人呐哎呀这个保我没法保我只好跑啊哎不能跑不能跑哎你说话要算数啊算数多多包涵多多包涵乡亲们他说话不算数咱们砸到心中去哎不能砸啊这个钱老板你呀不能砸不能砸求求你们不能砸！哎呀，我一定要钱老板把钱拿出来。你要算数，哎，算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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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算数。这个钱老板啦，都是你，你害人了。钱老板，怎么了？你把这个瘤收下吧。啊，我不要，我绝对不能要这个东西。哎、你不要这么在我钱庄呢，闯祸了。哎呀，钱老板，你别跑啊！哎，钱老板，哎，师傅，师傅。是他不要，不能怪我呀！你让我走吧。来，你往哪儿跑、啊？那我跟你说，买主不要嘛，你保人买。这，钱老板，这是你的，不是我的。我不要去吧？哎呀，这个要怪你吗？这件事怎么怪我呢？要是你不在边上扇小扇子，那我怎么可能做这么个亏本生意？这怎么能怪我呢？拿去，拿去，你拿去！我不要，我不要！拿去！哎呦，脏兮兮的，那物归原主了啊！来，给他送过去啊！拿去！钱老板，你的瘤！我不要！钱老板。哎呦我的妈呀我不要我不要哎呀我娘是好惹的吗啊买这个东西怎么行呢哎呦我的妈呀吃也不好吃，用也不好用。我要这个干什么？我要这个，你拿去。我不要，我不要。哎呦我的妈呀！啊，你滚！我不要，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这下闯祸了，这下闯祸了。我碰见妖怪了啊！
哎呦，我的妈呀！我不要啊！啊！钱老板，给你领。又来了！钱老板，你别跑！钱老板，你别跑！给你，钱老板，你别跑啊！钱老板，给你领。爸！给你留！等一下。红啊红！准好，师傅，快开药方吧！用不着开药方的。No， 给你。谢谢。你得告诉我，到药店里到底买什么药？我这个药药店里没有的。那你叫我到哪儿去买？我问你，这新出笼的包子能治什么病啊？这。对喽，到底还是女儿比爹聪明。谢谢师傅。快去快去呀、啊！好，快去吧。哎，老头子，今天幸亏遇见这位大师傅，给咱们消灾治病，还不快拜拜？你行啊，千万使不得，千万使不得，请。那么。等我改天买对蜡烛到你庙里去上香。那也不行。老实告诉你吧，我这个和尚啊，别人一拜一上香，法术就不灵了。你又开玩笑了，我不相信。那好，你拜，要是脖子上的瘤子又回娘家来，我可再没本事给你拿了啊。嗯，在师傅在，师傅，师傅，怎么，你还来讨债呀？不敢讨债。你不要冤枉好人，他是老包老板，一块来还债。对，包老板。师傅，我这个这是我的50千，拿出来呀、怎么我也要拿出来、当然了，你说好是20千嘛，还想来账啊你？我晓得我今天早上晦气啊，一清早出门那乌鸦屎就拉在脖子上，注定要破财呀、要不是你跟他穿连裆裤，他怎么会得罪这位菩萨？就是说嘛，拿出来，你别哆嗦了。师傅，20千在这儿啊！喂，把这个钱呢交给这对穷夫妻。哎，你收下，收下，收亏这位活菩萨，收拾好了。师傅，活佛，菩萨，您看，我这个东西，把它拿一下，要多少铜钱呢？拿？师傅，挪。就这样。No， 擦，妈妈，呼，钱老板，这个瘤子嘛，长在你身上最合适不过了。你们家油水足啊，要比长在穷老汉身上舒服多了。你别寻我开心了，他怎么肯再回娘家去呢？对，再说要是一拿下来的话，这根根血管连着心呢。
那要死人的。对对，那可怎么办呢？你问谁呀？问你活菩萨，求你活菩萨，怪就怪我们家这个宝贝，一天到晚只往铜钱眼里钻，有眼不识泰山。我你出家人，别见我们俗人的怪。那既然已经装上去了嘛，那就再也拿不下来了。是啊是啊是啊，钱老板，既然拿不下来了，我看不要拿了吧。哎，这是个便宜货，这里头还有我的20000呢。你这个缺德鬼。师傅，那不要疼死他了。哎呀，疼倒熬得住，可就是这个分量太重了，我吃不消啊。锻炼锻炼，哎，就会习惯的。你看我现在不习惯了。嗨，真是，脏不拉几的。我看都不要看你。哎呦夫人啊，我那你叫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别急别急，我佛如来总是网开一面的。哎呦，那可是请您发发善心，发发慈悲，救救我呢。这拿是拿不下来了，不过消总还是可以消的。哎呦，那就消吧。哎呦菩萨，哎呦，发善心呢。听着，是，我听着呢，听着了。您说回去，凡做一件好事，这个瘤子就小4两。小四两，要是做2件好事，就小半斤。少。可是，要是再做一件坏事，那怎么样？这个瘤子就会重到18斤。起来吧。起来。好，那也行啊，有数了，有数啊！我今生今世，我一辈子，我只做好事，我绝不做坏事啊！好，谢谢活菩萨，我只做好事，谢谢活菩萨，我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啊！去吧，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我只做好事，我不做坏事啊！去吧，阿弥陀佛，我不做坏事，我只做好事。哎，知道了，不要多说了，我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不做坏事。哎呦我怎么了？娘的，做好事不做坏事，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哎，好像小了点嘛。好，这个分量还是老样子嘛。我先走。好，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钱老板。做好事不做坏事。站住，老人家，不要走。不要走啊，千万不要走啊，让我来扶你过河啊。等一等，你真是大好人啊。正好啊，一步一步走啊，走好。
哎呀，又小了。什么？哎呀，哎呀，孙女又小了。哎呀，这下有办法了。哎，谢谢活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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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本事。又香又甜的脆麻饼，不甜不脆不要钱。阿根，站住！你欠我的债。秦老板，这男人生意不好，欠你的钱过两天再还，求求你帮帮忙。哎，做好事。求求你帮帮忙，秦老板。这样吧，这两天不谈钱的事啊，不谈不谈。钱老板，怎么一夜功夫长了这么大个肉疙瘩？昨天上门讨债的时候没看到吗？我这个不是长出来的啊，我是拿钱买来的。买来的？钱老板，你的钱真多，多了没处用啊！哎呀，根呐，我们不谈钱的事儿。你欠我那笔钱，我们就算一笔勾销了。真的？哎，当然了。怎么，你钱还不够用吗？这没关系啊。来来来，我这儿还有一点钱呢啊！这十吊钱那就算送给你吧啊！拿着拿着，送给你，拿着，我就送给你。哎呀，拿着，哎呀，送给你，你拿去，拿着，拿着，拿着，我送给你还不好吗？我这个人对钱一向大方。有什么难处啊？来找我们钱老板啊！做好事不做坏事，乖呀，太阳从西边出了。哎，走啊走啊，快点人！你是不是又小了点？哎呀，又小了，真的，哎呀，又小了，哎呀，小了，哎呀，这下可，哎呀，哎，热毛子虫嘞，哎，一个，两个，三个，哎，四个，五个，哎，六个，好嘞，谢谢，哎呦，我的包子。赔我的衣服！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是你呀！我告诉你，你把我给害哭了！你！臭丫头骗子！是不是打的？哎呀！啊！啊！啊！哎呀！这是怎么搞的？谁让你打人的？你看看，这哪儿只十八斤啊？这日子怎么过呀？这日子怎么过呀？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